手香。可能最近比较顺，兄弟们有点顺。开场中了个大死亡，对战方的一个花果山，这对面感觉直接又投了。恶爆！我操，这一回合想杀俩，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主战方这一波是有机会想杀俩的。这把风没中，对战方直接把宝宝召唤了，看到没？放弃，这还打个卵炮。对面心里正在想，一个宝阁我们都打不过，更何况是宝阁跟姑苏合体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算球吧。腾！我操，对面这个人物，兄弟，这个锦衣防御有点好看啊，把剑往上稍微一抬，你看到没？老狗，你来大理古城玩，来找我。好的，汉良哥，没问题。大理是个向往的地方，大理是个我非常向往的地方。你比方说大理啊、三亚啊，这都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。可惜没有钱去不了。叫你六脉神剑。给老狗备点大理石带回来。别闹别闹。恶爆，走一手。这牌善恶扛不住，真的扛不住，太高了，这一牌善恶伤害伤害。真的人嘛，